来，展示一把。老船长，言语毫无意义，先学个口才有分量。黑哥要来了，接他去走。见面一个火刀。啊，比如走位一个火刀溜了，我打了，我说停停，偷了15块，20块。憎恨是小孩子的用词。不要有侥幸。比如他接个火刀。走位，火刀打煞，扎的清算就要来临了。好想补这个兵，不让补，那算了。死人们讲述着我的故事。先放个桶，再来一个桶，三连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放桶，走位，别举着，比如不要个脸，掉人是吧？哎，啊，比如套点烟，我闪现走，我操，救救，蛮王快来！走呗，哎，打不着，啊，比如，我一口柑橘接一手火刀，接比如啊。哪了？玩玩真拉呀，啥也不是。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。渣子，再见，回家了。不是他上当了，他技能他躲一下，他一下不躲、啊、你说呀、啊、这跟我就没关系，那就不能赖我，我尽力了。双 buff 剁碎他们的骨头。偷多少钱了？47块，还不错啊，66块。哎，一连捅。缓慢的死去，方连，拔火刀。啊，比如放桶，跑的真快呀、啊！这玩意儿真追不上啊，没控制。烧吧，背叛就像在伤口上撒盐一样刺人。
此已经和我的船一起沉没了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又一个。火刀阿彪。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成渣。哟吼吼！人人有份。死亡的潮汐。阿彪。阿彪，当心炸药桶，让他们的鲜血涂满码头。阿彪，阿彪，哎呦我操！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增分。打个眼儿来，那怎么还有一瓶药呢？啊，比如，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。这都没打过他吗？不应该呀！啊，比如。哎，凭啥 A 不过他呀？凭啥呀？哎呀，我就硬比如。没蓝了。哎呦我操，还要干啥呀？他好吓人呐。那回伤体我杀不了啊。嗯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这未免有点太过分了吧？这他又没有蓝，大招要100点蓝哎！啊！这没办法，怎么的？我感觉我也死，我就不闪现了。我很少忘记事情，更不能忘记仇恨。哟吼吼吼吼！没死，好，伤害真低。属于我的一切，不是没反应过来，他闪现了，那我肯定死。主要是那啥呀，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魏不是来了。吃我一枪！
让我暴击你。吃一口柑橘，当心这条虫，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书。啊，比如这个塔皮儿，无敌了。我也不贪，一会儿来个训音。哎呀，这娃感觉应该买布甲鞋的。走，发育到13级，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。亚索没了。OK， 银蛇币够了。死亡轰炸，缓慢的死去将是赐予他们的奖励。一个船长玩的好不好，完全取决于你的发育速度，而我们的发育速度就非常的好。哎呀，怎么回事儿？来这么快吗？啊，这俩真是打不死啊！这俩太幼了。我马上13级，等我13，等我13三件套。把亚索抓了。
哎，这他妈把我桶给 A 了，这也太难受了。那没有十三级，把我桶给我 A 了。十二级果然是没有办法去打团战啊、哦。哎呀。胃有点肥哟、哦、往人脸上走呗。那不是说去 A 一下桶接个 Q 吗？那牙手给我吹起来了、啊、快点等个十三级受不了了。断他们的骨头，就这么干，赶紧来个十三级受不了。也是这胃确实有点肥啊！我在火中着，杀了八个人，我其实发育已经挺好的，打野差距。这回才是真的无敌了，兄弟，刚才还没有完全的无敌，这回的我们才是真正的无敌了。一会儿当我一个暴击啊，直接给卡莎炸死的时候不要惊讶，这就是我的船长。被割开的喉咙早就无可再痛，更多火药。操！不跟他玩了，回家。直接无惧。我的仇恨沾满鲜血。又一个。特贤开火。特贤开火。拿下。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更多火药，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我只是想看一看到底有没有红啊，不用在意这个桶。我要用所有的一切轰炸他们，言语毫无意义，血肉才有力量。
我在干什么？我操！伤害太高了。比如。老大龙啊！你别管别的，团战赢没赢吧？清算就要来临了，我要暂时远离沙漠。哎，直接来个北豹。最后一件出什么，兄弟们？这最后一件的暴击，我想来个跑得快的装。你们直接中亚索，我直接将他单杀。一次转身得到的是一把匕首。又一个。哎呦啊，斗火轰鸣，我们家 ADC 能死吗？不厉害呀，我们家 ADC。 追不上他，都跑得比我快。追不上，哎，好难受。团长的距离太近了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烧吧！隔墙放桶就杀了，隔墙也杀不了吧？嗯，这怎么，这是有眼儿还是怎么回事？没有眼儿啊！我一个拼哎，锤破扣，等会儿啊，我把他杀了，别急。哎，你他妈的，我给你一枪。走上位了还。哎，不是，这盾弓也不加移动速度，为啥给我写个加移动速度呢？还得是插着来。
残血一速，残血不加呀，残血这不救主灵印三十攻击速度吗？差点银蛇臂，兄弟们，这他妈谁呀？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根本，我把他杀了。哦，我明白船长怎么玩了。我明白了，我的筒子的距离是非常的远，但是我的 Q 的技能距离却只有这么近，所以我第一个筒子必须得放在这里，然后我一个 Q 一二连。我明白了，MVP 不多说。不是 MVP 吃粑粑。你们别管别的。赢没赢吧。